每周五晚19:30，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《中餐厅》第七季，会员尊享加更版独家直拍更多精彩内容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。我工资真的蛮多的，不要一直掏出来炫耀我都没有工资，分一半，分一半。师傅，你等一下会有空档，可以教我做冰花饺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哎，不不不，等一下，不是这样。润锅，这个叫跟锅沟通一下，跟他说一声。对，哦，我要煎哦。没错，我不是在给你们看，我是要跟他沟通，跟他交流，就是这样，你要熟悉他。就像你连捅我两刀的那个炸鲜奶，我没有去了解他的脆浆。对，你不会再捅。你不够了解他，你又在捅我。别人捅我就算了，光让你也捅我。就你那个第一片往上多拉一点，它就比较不会沉下去。哎，确实是有点潦草，这个都泡发了，这个成像打拳可以打700多，传直传叠不明白。棒，我得棒。Hello， Hello， 谁？拍照去吧。嗯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美哦！哇，好饿。Okay, so try it with the truffle mayonnaise, please. Enjoy your meal.店长，嗯，漂亮。It has a unique taste, so maybe you don't like it. No, no, no. It's just the raspberry is really so sour. Sour, yeah. Can you try it a little bit?要不要给那个 BB 他们一点？可以啊，这个倒是干净了，但是抹酱。这是可以。好吧，这样。你把这个给他们。你点在哪？后面。我工资真的蛮多的。
不要一直掏出来。炫耀我，我都没有工资。那、啊、你都发，你都是发的那个人啊？对啊，我没有发给自己啊。不一样啊，分你一半，分你一半。其实我昨天也差一些事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上车，就怕你防万一。够吗？够，总共有七万，可以。我不够跟你好。来，我们一起干一杯，好不好？给明天加个油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走吧。可光可爱，今天的松露不成，松露大餐好吃。哦，可光很有趣。那我想养一只大狗。好，明天双档合一，继续加油。今天很开心，今天很放松，然后吃到了一顿我觉得到这儿来最好吃的一餐，黑松露套餐，特别惊艳。那黑松露很好吃，就不用 PK， 我觉得他就好像都比较放松一点。但除了梦辰吧，因为梦辰明天是店长，加油。行啊，双档合一第一天 ，Go， 走喽。Hello, I want ice americano. What? Two ice americano. Takeout. Two shot. Yes, thank you.早安，有人要喝冰美式吗？多买一杯。哦、好，谢啦。小明哥，哎、我们要不要先吃个饭？好的。对啊。师傅，你等一下会有空档，可以教我做冰花饺吗？可以、啊，你别煮，别煮，就要做冰花饺就拉出来。不行呀、啊，你不能冰花饺另外一种。你不是说要先煎过吗？我知道啊，你要做冰花饺就赶紧捞出来。好，我教你做，这个弄回去我跟你讲，随时朋友 party 的时候你就露一手，把他们给惊呆了，我告诉你。来，我教你，过来。好。这个叫冰花锅贴的冰花的汁，这里面只需要放这么一勺的面粉，然后油，它的产生的冰花主要是因为油跟面粉加水，下水搅拌。哎，不，等一下，不是这样，润锅，这个叫跟锅沟通一下啊、哦，别着急，跟他说一声，对，说哦，我要煎哦，没错，来给他压，然后把它现在放下去。围一圈过去，就你在家里面这种煎饺，哎呀，不要乱摆啦，给它摆出一个花的造型。OK， 对，要对他，要跟他说好话。对了，美食是需要关爱的。对。为什么？好，可以，来，全部倒下去，倒它，对，开大火煮它。哇，快来成型了！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哦，因为它这时候水分已经干燥了。嗯，我不是在给你们看，我说要跟他沟通，跟他交流，就是这样，你要熟悉他。我说的不是你跟他聊天了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要去了解他习性。对，你就像你看，
就算你连捅我两刀的那个炸鲜奶，我没有去了解它的脆浆。哦，对，你不会再捅，你不够了解的啊！你又在捅我，别人捅我就算了，光你也捅我啊！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已经干燥了，把火关到火种的状态，啊，弄它。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这个是这么玩的，你把这个盖住，摁着它，先把这个油倒出来。不倒。啊，你说摁着它把油倒出来。轻一点，不要摁爆掉了。摁住，大力一点摁住，别掉下来了。好，好，那你现在手放进去。OK， 给我，你别动啊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哦，你弄慢了，它油要滴在你手上的，看见没有？哇，碎吧！哇，碎哦，碎哦，它成功了！哇，它成功了！碎哦，碎哦，哇，真的是碎耶，很像一块饼。我必须先来，来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超爽。哇，这个有点难，你自己来。哇，嗯。是不是煎下来好吃多啊？如果是煮的话，就没什么好吃。对。来哦。这是什么？冰花饺。哦，煎饺。对。吃点吗？锅贴。哦。吃。啊，冰花饺。有筷子。不敢相信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好烫。怎么样？不好吃吧？好、啊，不好吃，不好吃。不要让他们太多人知道，不然吃没了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哦，真的不好吃。对啊，不好吃啊，这个超难吃的。这煎饺真的不好吃啊。对啊。省得洗个碗了啊。又是啥？洋葱鸡蛋炒面。笑笑，哎，吃饭，来了。要不先出去吃点东西吧，光汉。好。正正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那个炸酱面，超爽。啊，碎。那孟晨，50万还是有点困难的。50万，你这到底是改成？因为四个人的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占一半吧。两个人的也不少。啊。哎，我的那家的。哎，还好我出来的及时，不然就没有了。你把它吃了吧，哥，我们都吃了。再来一口吧。哇塞，小明哥吃饭了。哇塞，不容易。他太饿了，真的太饿了。吃饱了，谢谢大哥。干活，来吧，干活。大厨，去得很近了，已经没汤了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啊，然后接着准备蓝卤啊、鸡蛋那些的。蓝母？蓝卤、腐乳啊？我听那个蓝母。南乳。好，蓝卤。哇，这个味道很好。那肯定的啊。哇，很清新啊。很爽呢、啊。很爽。有没有加点啤酒啊？没有。还没有加呢。你现在要加吗？加一瓶吧。青岛啤酒。中餐厅的好朋友，大厨，汤色炒好之后应该怎么办？哦，那个倒到这里面去。那我炒再浇一点，好不好？对。你不是要放鸡汁吗？你放多少？直接倒进去，我在这里好搅一些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颜色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正啊，来炒汤色。我先搞这些。
就不用动温就行了吗？你可能要稍微翻一翻它，让它炒到焦香焦香那种。大厨，淀粉用木薯的淀粉行不行啊？最不行，木薯淀粉很硬，用生粉嘛，这不是有吗？大厨，大厨，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师傅，师傅，马上。打开微信、微博，搜索关注芒果 TV 会员，了解中餐厅第七季最新动态，更有惊喜福利掉落。顺利吗？顺利啊，没事。你这搞得很熟了吧？这个应该已经。对啊，回去开店。回去开店可以不行？就回去给家里人做一顿，应该就很简单，给朋友们出个十碗那种。是吗？是应该是可以做，肯定的，四菜一汤嘛，四菜一汤应该是可以了，你应该也可以了，你也可以去开鸡排店，我们俩可以合股，哦，好像不错，对，那个炒饭盖一块鸡排，然后牛肉面，对，很爽，只卖这三个，对，没有别的，对。哇，这个你教我叠吧，我帮你叠，我现在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那个鸡已经被我搞得差不多了。OK， 对角，三角形。对。这是你以前当服务员的时候学的吗？对。那是要叠毛巾吧？就是它是一个餐巾。对，是一个白色的那种。对对对。我们那时候还会就是无聊到，就是叠纸巾比赛。然后最无聊的是你还拿了奖，我好像只赢过一次，就那些前辈那个速度实在是很可怕，唰唰唰那叠出来一个，行行出状元，对，熟能生巧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好啊。叠什么？叠这个，你要叠简单的还是要叠这个难的？简单的。好的。叠一个三角形，这个抓住这个角，往下，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，对，然后再把底下这个小三角形叠过去，对，叠到后头去，然后夹起来，然后就一张一张的把它撕起来，像帆一样，它就变成帆船啦。好吗？我一直很想做一个凤梨苦瓜鸡汤给你们喝，因为应该很多人没喝过。我没喝过。对啊，很好喝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喝。凤梨苦瓜这两个就……你在家会做饭吗？偶尔会啊，想吃自己。圆圆姐最喜欢吃你做的什么？豆干肉丝吧。什么？豆干肉丝。豆干肉丝。然后。我们家做那个，我做的那个红烧牛肉面，别人爱吃。他做的炸酱面也好吃。干嘛？很可爱呀、啊！不要再嘲笑我的手工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就你那个第一片往上多拉一点，它就比较不会沉下去。你在笑什么？好笑吗？挺好笑的。我说实话，就是这几艘船啊，确实是有点潦草，很潦草。一点都不潦草、啊，这个都泡发了的感觉。不是我叠的，被蹂躏了。这个比较小巧的才是我叠。成效，打拳可以打700多，传纸传叠不明白。
OK 吗你？你怎么了今天？没事没事。啊。Thank you, man. Thank you. 是颈椎不舒服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就是累。这样其实是很容易让人清醒的。店长来人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中餐厅。你好，这个是我们的菜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哎，这样看起来好气派哦，大叔。对，这样要有一点造型。来，先生，很有仪式感。Nice, nice。来，四个人呢？嗯，你们俩人呢？那没必要每个都写吧，因为都要。好，我想一下。那个有的两人够了，我觉得你就全部写一张，然后写几位，几位就好，然后我们自己去评估那个量。两个两个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这样我觉得你可能要一次炸多一点，然后再分。OK， 好。对，就是你先炸。好好好，我把这一波走。人事先炸三人，再四人。OK， 好，我先帮你走。谢谢。九号、五号、六号的牛肉肋骨是都上了，对吗？看一眼就知道了。看一眼几号？九号。九号、五号、6号。都上了，都上了。所以是十一，有一份是十一。三个人。给的那条，这是两个人的。是，我知道。十一，那你先去十一。滑了，滑了。谁滑的？我刚滑的。OK。一个他，某个谁呀？孟哲现在有空吗？哎，有空。八号桌两人。好。帮你画。Chicken， 炸鸡。好，七桌两个果汁。七桌两个果汁。对，好。你是要帮忙吗？我已经最后了，就这一锅了，没有。那你有两个四人。对，就是就做完这些，刚好没有，刚刚好全部。你有吃到牛肉骨吗？啊，牛肉骨。我觉得那些好吃。啊，还有两个。啊 ，OK。那个是你做的。大厨做的，对对对。我是做另外一个面，对，谢谢。Anyone like some water? Yeah.No problem. 外面现在没啥事儿了，就只剩下小明哥的水煮鱼，他去帮一下他，不敢催。小明哥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了，最后一份了。还有炸酱面没上的吗？12号桌，我去给他办。去上，给他办。你好，是您的炸酱面吗？您介不介意我帮你拌一下，可以吗？不要，因为我知道，不要。哦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好。他就想吃，他就想吃。啊 ，OK，OK。那我给他舀一碗牛肉汤过来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好好，稍等一下。关汉，我想要一碗热的牛肉汤，可以吗？就汤面的那个汤。没有汤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要吃吗？不是。谁要吃？那个客人。好，我想办法。哇，这个汤。光啊，棒哦，赞哦。哎。小心一趟，等一趟，等一趟。OK。你好，这边是那个台湾牛肉面的牛肉汤。哦，谢谢。Beef soup。这是台湾，过年。Can I take the other two? Of course.
And we have to, we need to give you 8 more. Look, they made a milk purse for you guys. Goes like this. Bye bye. Bye bye. 谢谢。这种小包到底要怎么？就是像啊，这样背的。不一样，或者是拎着走，对不对？那个翘一个小指头吗？你可以选择翘或者不翘。你想要给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背垫，对，手动的，对，这太可爱了。今天要离走的，辛苦了，奖励我，谢谢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没事，应该的。拜拜，路上小心啊！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2, 4, 6, 8, 10, 12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20, 21, 22, 23, 24, 25, 26, 27, 28, 29, 30, 31, 32, 33, 34, 35, 36, 37, 38, 39, 40, 41, 42, 43, 44, 45, 46, 47, 48,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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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
这么多小票啊，确定都是今天的？对啊。53万。还不错啊。还减了5000。算进去吧，你刚没有算进去吗？没算进去啊。好诚实哦。减的。应该没出错。53。还不错，我觉得啊，还不错啊。哦，哇。啊，没事，我腰有点疼。你劈个叉就行了。你腰疼？换他一下吧。来，不用换，我来，我来。不许换。不，我都快说完了。你休息一下，你休息。我不，这是你干净的是吗？纯干净的，你赶紧把它放起来就好。我来洗吧。没关系啊，快速把它洗掉。来，中餐厅得了红碗刷吧，这锅太沉了，不好刷。来来来，我拿着。到了。什么抹布要泡吗？啊？有什么抹布要泡吗？太干太脏了，啊，泡一下。那应该蛮多的。好的好。你要漂白吗？我没有漂白，我泡那个洗碗精这样，然后明天早上再一起。哦。太惨了吧！
刚刚还要跟你们说，应该剪一个 cut， 我们三个离开营业前在那拍照，走秀，营业后，嗯。如果我长胖了，一定是过劳肥。没有，瘦了。弄不动了，走了走了。走吗？走吧。走啦走啦。下班喽。明天加油，已经十二点喽。走吧。下班。没有想到双浪合一还是这么累。你也是同意的意思吗？啊 ，OK， 好。明天我要当店长。要不我明天买张机票走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孟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他勇于创新，敢于突破，还是很用心的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我觉得他也尝试了我们中餐厅一种新的一种运营方式。虽然说累了一点，有一点点乱，但是第一天能做到这样子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。我给孟晨点个赞。挺不容易的，今天大家都挺累的。好了，晚安了，辛苦了。就快离开了呀，倒计时了。